第一个话题，姚正想加入就业后备团。对，我们作何评价？请开始。来，这天气应该不太能够成为呢议员吧。很通顺，是不是？这天气，我感觉，哇塞，这天气完了完了，这怎么绕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个很通顺。这样，老姚确实没有钓上来鱼，那不是正好吗？这是结束了。就结束了，我重新开始跳。我觉得，凭借着陈楚生这能力，能赢他。他都没叫上来了，肯定是不稳。反正五个人少一点是，就是还是就是一个都不能少，但是一个也不一定非要多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去备菜了，可能是。好。真的，我进去备菜了。你备吧，你备，因为那个还需要挺长时间的。哦，那进去吧，进去。别问太多为什么，王总请刷脸。这下今天很快乐。嗯。啊？谁？是有人敲门不？哎 ，Who is it？ 我的青春就像一条。哎，周一来了，杨家的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欢迎，哎，那个鱼苗对不对？哎，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请来了。喂，杨马的，哎，我是那个，就是我们这个几只小鸡的爸爸嘞。啊，我们前天不是约了说今天给那个小鸡打疫苗的，我们现在送你来了，我们已经在路上了。哦，那太好了，谢谢。好的，一会儿见，杨班长，好，谢谢。你们也。打的后不给人呢？头皮。头皮啊。啊，对。感觉那么小的小鸡儿都打透了，感觉是它透了，怎么了？不是捐一的还不干吗？啊，这要不我拿着吧，我来拿吧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打是吧？都打完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有一只。哎呦，我刚好赶到我的家长。来，这是我的。这是你的？对，我的蓝色的妖姬。来，不疼啊。你们两个人。哦，不疼，忍住啊，忍住，乖。哦，没事。哎呦。去了。不疼啊。这是你的？我的。这是你的？我的。不疼吧，王小波？对，王小波。不疼。轻点。轻点，哎呦，坚强，真棒，哎呦，真棒，哎呦，真棒，可以了，打完了，打完，好的，谢谢谢先生，辛苦了，待会儿再放回来哈，要等多久啊？不要多久，现在就可以，现在可以，你刚刚只是因为这个时候小鸡温度是很重要的，啊，对呀，温度这样保暖哈，主要是不要凉到，温度是第一关，谢谢啦。